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又是新的一天。我愿神祝福恩待你，在你生命当中每一天都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不只是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神也希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使他人蒙福。这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也是亚伯拉罕蒙福的关键。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神宝贵的话语。阿们。以西结书47章13到2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12支派分地为业，约瑟必得两份。你们承受这地为业，要彼此均分，因为我曾起誓，应许将这地赐予你们的列祖。这地必归你们为业。地的四界乃是如此：北界从大海往希特伦，直到希达达口，又往哈马、比罗他、希伯连，到浩兰边界的哈撒哈提干。这样，境界从海边往大马色地界上的哈撒以南，北边以哈马地为界，这是北界。东界在浩兰、大马色、基列和以色列地的中间，就是约旦河。你们要从北界量到东海，这是东界。南界是从他马到米利巴加底斯的水，沿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这是南界。西界就是大海，从南界直到哈马口对面之地，这是西界。你们要按着以色列的支派彼此分这地，要研究分这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你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以西结书的第47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在教导他们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12个支派分地为业，并且教导他们地的四界。那么神也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来教导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在第22节的地方要研究分这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他说到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毕业。我们一起来看到，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就好像神祝福约瑟，以至于在约瑟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他生命当中的权柄都能够知道他们的蒙福是因为约瑟的生命。就如同雅各的母舅拉班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蒙福是因为他生命当中有一个人叫做雅各。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说到他的主题告诉我们要与弱势族群分享神的约成就而得的喜乐。我其实在我们自己教会的建造里面，我觉得神让我们有一个极大的恩典和蒙福，而这恩典蒙福的关键，我个人定义和我的发现，是因为我们在乎神所在乎有需要的弱势的族群和孩子们。我们在这整个的服事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祝福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祝福的过程里面，我知道是因为可能我们在这服事当中我们做了几件事情，特别是我们在去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整个祝福了大概有40多户的我们有需要的家庭，成为食物银行的一个出口。我们很感谢许多的团队、机构，还有我们教会负责这项事工的几位同工，我从心里面感恩，因为他们所做的事不是只是一个给予食物的这个动作而已，他们所做的事是符合、是体贴神的心意，而这个符合和体贴神的心意，让神成为我们的祝福。
我心里面十分的感谢，我们也学习试着帮助高风险高关怀的孩子们，他们的家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我们试着学习帮助他们免费的补习和客服。我们也收到家长和孩子们传来的讯息，刻意的突破和改变，这一切都让我们喜乐。但是真正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做这一切的事，其实是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在意我们当中最微小的那一个。有曾经有做餐厅的同工告诉我，要看见，要认识一个餐厅，认识他的厨房。同样的，我也相信，我们要看一个教会，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同在，要看我们怎么去对待我们当中最小的、最需要的、最缺乏的那样的人。我很感谢神，透过许多的机会教导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些功课上学习并且成长。我愿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也一起来学习，成为我们的邻舍，成为我们的社区，成为我们的社会的在神的面前祝福的导管，让神的恩典透过你，透过我，把祝福临到每个人身上。阿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继续读到这段话的时候，神真的要我们与弱势族群来分享神的约的成就而得的喜乐。我在当兵的时候买了一套书，这套书价值好几万元。我当时的所得有限，有一个同工就用他的薪水帮我先买了这一套书，接下来我按着期数来还给他。在我退伍之前，我非常的感谢他，我跟他说，亲爱的弟兄，我可以做什么来谢谢你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忠义，他说，你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把我做在你身上的事，也做在别的有需要的人身上。我听懂这句话，我也明白，这是我现在服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把神做在我身上的，做在别人的身上。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你神有多伟大，但是当我领受神的恩典，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在学习向神，我正在向你表达神是一位这样的上帝，这就是他的恩典。我们最近在同工训练，我们特别有个退休会，邀请带领我们一个体验教育的老师，他带领我们玩一个游戏，我们18个同工，但是给我们19个地垫，让我们其中有个地垫有人假扮鬼在我们当中，就要来在我们当中去把那一个空的地垫要占住，只要他占住，我们就失手就沦陷。我们竭尽所能想方设法，最后我们只能够完成三次的游戏，我们最高纪录是一分半钟就沦陷了。可是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我觉得这个老师给我们的结论真的好棒。他说到，亲爱的同工，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软弱的人，有需要的人，有跌倒的，有受挫折的。我们看见这一切的需要，恶者就会来吞噬攻击这些的弱点。可是我们必须明白，软弱不可怕，破口不可怕，魔鬼当然也不可怕，因为神告诉我们，当我们心存神的道，我们可以胜过他。真正可怕的是破口遇见魔鬼。我们怎么样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怎么样堵住破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当中祝福那最渺小的、最软弱的那一个弟兄或姐妹？我们就彰显了神的爱，完全了神的律法。我们也因此教会被保护，也因此教会能够彰显神的爱。当然，更重要的结果就是教会带出神的同在和祝福。愿荣耀归给神。我们就会明白神的话说什么。在路加福音9:48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伟大。你知道吗？当神要求或者说教导我们去照顾那最弱小的人的时候，其实神正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像他一样。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爱我们，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学习像耶稣。谢谢你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跟你一样。
我们将我们自己，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纪念我们的教会，纪念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祝福我们都成为神荣耀祝福的出口，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和教会都成为神祝福的导管，使我们周遭蒙福，而我们成为祝福的导管，愿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